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走进天天饮食十一特别节目三分钟厨艺大挑战的比赛现场。今天蓝队派出味觉魔术师王强，而红队派出色彩魔术师孙华胜迎战。今天的厨艺挑战有看头啦！用五味调出美丽人生。好、哦，掌声鼓励！厨艺人生，健康美食。好、哦，那么今天我们的特例食材是什么呢？往这儿看，走。你想在三分钟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？芥末百花藕、黄金居莲藕。所以我是希望他们俩有一位或者有两个位能做这个藕呢，不但好吃，而且能保持原来那个透亮的藕的颜色。有今天正好有色彩大师在这儿，肯定能让你饱眼福。孙华胜师傅的黄金居莲藕用料有莲藕、咸蛋黄、白糖、盐、味精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您瞧瞧。色彩魔术师孙华胜刀工神匠，孙师傅把这藕已经切成片 了，刀法非常娴熟，动作非常迅速。好，点火了，这就开始。嗯，刚才啊，咱只说的是藕，但是呢，确切的说应该是白藕。对，白藕。我得问一下李师傅啊，嗯，白藕难道还有黑藕吗？啊不，这个藕呢分白红两种。哦、有红藕吗？对。你像湖北洪湖产的藕就是红藕，适合于煲汤、哦、像咱们这种白藕就适合于拌炒，非常的脆。明白了，好，长见识了。好，孙华胜呢这边呢把这个油烧热了，把切好的藕片蘸了淀粉下了油锅、现在让它慢慢炸，炸到它表皮挺住了，这样呢挂上这个淀粉也使它里面藕的水分和营养成分不流失了。没错，没错，穿上一层衣服形成一层胶护浆。对，哎，这样吃起来我觉得比较好，是吧？表面呢脆的感觉，里面呢有非常嫩、水都在里面包着，又酥又脆。对，好，现在将炸好的藕倒入漏勺。好，控油。哎，涮上锅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炸完的东西呢，因为用蘸的干淀粉，很容易有些那个渣子掉到里面。渣子，哎，现在用那个把锅涮一涮。对。咸蛋黄哦，放的是咸蛋 黄，哎，这个色泽非常好，非常漂亮，金黄色，用油慢慢给它炒香。那么这个是一个手艺啊，既不能炒糊，又得炒香炒散，哎，而且火候得合适，火候很关键，对，油呢要恰到好处，油多了你就摊了，泄了，油少了那炒不散，接下来看看色彩魔术师怎么给藕片穿上更漂亮的衣服吧。哎，这个其实我们在家里做这个也非常好做，非常简单，拿点咸蛋黄煮熟了，压碎了，有点油一炒，让它翻沙。我想，不管是藕、土豆、山药，我想都可以都可以这么做，对对，嗯，像南瓜什么的这些啊都可以，嗯，抓紧时间，师傅，哎，还有35秒，哎，五秒已经炒烹了，哎呦，这个颜色真好，金黄色，哎，非常鲜红，吃好，嗯，给它摆盘。好，现在可以装盘了。哎、我得走近距离看一看，这个色彩魔术师可不得了。哎，哎，真是漂亮啊！看来色彩魔术师孙华胜当之无愧。有15秒，摁，哦，好啊！准确的说，他应该是在15秒。王强师傅芥末白花藕用到了莲藕、卡夫酱、芥末酱、虾椒、花生碎。加油加油啊，5 4 3 2 1，开始。好，现在王强师傅呢已经把这个藕给它切成厚片。哎，他这切是竖着切，没顶刀切，哎，我们看看他要干什么。来，切成这种宽一点的宽条，宽条了。他要借着那个藕眼儿啊，藕眼儿要做文章，要做文章，对。味觉魔术师王强是怎么把没有味道的藕变成了味道鲜美的佳肴的呢？拍点粉，拍点粉，要酿东西，要让东西，好是腻子，
酿的这是虾椒。虾椒啊、虾椒。虾椒是虾肉打成胶状，加入盐、味精等调味品而成，是味觉魔术师王强的秘密武器。哎，这个要挂均匀是吧？薄厚要一致，没错。如果薄厚不均匀的话，成熟度不一样了。对，好，酿好了。虾椒与藕片结合在一起，追求味觉的王强师傅也好给他穿上一层漂亮的衣服。然后下油锅了。好，基本上这个油呢五成热。好，好了。我问一下那个曲师傅，哎，为什么他们都喜欢用油炸一下，不用那个开水焯？我觉得也快呀。怎么讲？那个温度是100度，哦，这个呢能达到100多度、200度，它下去之后呢，很快就能凝固。如果下水呢，就很容易把糊给洗掉了。对，我们行话叫脱裤子了，那穿件衣服全洗下去了，是这一道理。我们在家里自己做可以拿热水焯是吧？热水焯您得分什么呀？像这种刮这种糊就不能热水。哦，这种热水一下去，那等于白挂了，全洗下去了。还有50秒，这样虾酱的美味就被封存在里面了。啊，好，倒入漏勺控油。哎，炸成炸好了，衣服穿好了，可以吃了吧？哎，这个汁儿。用这个卡夫奇妙酱，奇妙酱，哎，加入一些芥末，芥末啊，有点微绿嘛，微绿，对对对对，有点30秒了，好，翻炒均匀，好嘞，跟我，这头点的漂亮，好，起盘，走，这藕片内有虾的海鲜味儿，外有芥末味儿，王强不愧为味觉魔术师啊，16，好，15，王师傅也吃上啊，哎，好，13，马上碎，碗里拍，哎，好嘞，10秒，哎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的鉴定团啊，有点难办了，因为什么呢？王强是这个味道的魔术师，这边呢，小孙是这个色彩的魔术师，咱们先尝尝小孙做的这个菜。觉得这个色不错，哎哎，这名字多好呀，哎，玩偶近代黄金甲嘛，是啊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它这个味儿呢，我觉得还欠点。那给小孙。打分，2分，哇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嘿嘿。看看王强这个号称这个味觉魔术师，他今天这个味儿怎么样？来，品尝一下，味儿很美，油的量太大了。我们给王强打分，嘿，毫不犹豫，胖大姐举起来了，举过头顶，3票啊，但是比这个你多1票啊。本场角逐王强获胜。那么明天到底是哪2位师傅参赛，我们的特定食材是什么，谁能够脱颖而出，我们拭目以待，明天不见不散，再见。